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nna。Marketplace 最近推出了一系列的意大利品牌 Smash 厨具换购，记得看开箱之前 blog 的小篇 IG， 一起看下啲咩款啊 ！Marketplace 推出了10款 Smash 厨具，款式包括6款不锈钢刀具、刀座、木砧板、陶瓷敲钟同埋铸铁锅，各位厨神就唔好错过啦！蔬菜刀啱实用嚟将蔬果切粒或者去皮，多用途刀。切肉刀大弧形的刀边，啱实用嚟切烤肉，例如牛扒。麵包刀锯齿状的刀口，轻松可以将麵包切块，同时又不会压碎柔软的麵包馅。三德刀大直边的日系刀，可以用嚟切蔬果同埋肉。最后一把就是万用主厨刀，无缝刀柄，安全耐用。另外仲有六槽刀座，奶油白色的设计，造型复古，啱实用嚟摆 smack 嘅六款刀具。木砧板粒槽设计，方便收集食物流出嚟的汁。迷你陶瓷敲钟，一套有两个，焗嘢食或者上菜用都好适合。另外亦适用于微波炉，非常方便。